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ero。 今天我要吃的是这间转铺咖啡美食，我们即刻入去看看有什么吃先。坐低吃嘢就梗系立马嗌杯嘢饮解解渴先啦。接落嚟我就叫咗个焗猪扒饭，哇！睇下，刚刚出炉滚热辣啊！冇错，系我想要嘅味道啊！然后出场嘅系呢个香茅羊架，算了，我都是不太懂得用刀叉的人，直接用手是最实际的。哇，好味啊！估唔到个羊架一撕就烂，成份肉啊好腍，好松化。大家睇睇，哇！今日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为止，下次见我哋，拜。